唉，我 MCO 嘅时候咧冇嘢做咧，就系洗车啦吓，啊，乜都拎拎啊，啊，记得啊，几何有咁嘅机会嘅，不过都好嘅，喺个 MCO 期间咧。學到怎樣去洗車，因為呢通常我們人真的太忙了，有時 MCO 呢將我們呢的時間停留下來，讓我們思考一下，讓我們走慢一點，讓我們可以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些什麼還沒學到呢，除了我們平時經常做的事，咁都有好多嘢嘅，除咗做工係咪？咁我喺個 MCO 期間咧，啊，去學識點樣去啊煮飯啊，仲有就係執屋啊，仲有啲平時冇機會做嘅嘢，可以喺個時候做咯，啊都挺好的，要向好的方面去想，令呢撐到，哇你看看，直頭鮮水啊，喂你，哎呦，滑到真係，哇你看看，鮮水啊，靚佬，靚仔咧，哇，真係滑啊！用依樣啱曬啦 ，wash and wax， 幫你洗清潔，跟住幫你 wax 埋，嗰架車咧真係好容易 manage， 冇咁容易黐灰塵。